我是凯莉，今天噔噔咻，一起来玩修理工具和修理恐龙的玩具游戏。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游戏吧。我是小凯莉。可乐狗去哪儿了？可乐，可乐狗。可乐你来了，可乐你真好看。好了，可乐，今天我们跟朋友一起出去玩，去叫恐龙朋友吧，跟我来，恐龙朋友们。恐龙朋友们，可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长颈恐龙，这位朋友是三角剑龙。朋友们，你们和我的可乐狗打招呼吧。空空空空。已经打完招呼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开心的玩吧。我呢来做长颈龙，可乐狗你来做三角剑龙。好像可以了，那下面尾巴来修理一下，按动一下手把，咻咻。好，现在它的皮肤好像都光滑做好了一样，再把它的腿调整一下。
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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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哇，好像都好了。修理机器先生，恐龙朋友们都修好了吗？绿色的灯亮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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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哇，小凯莉，我全部都修好啦！嗯，真的吗？让我看一下。哇，全部都修好了耶！我的朋友都好了，太开心了！好了，可乐狗，现在我们来坐一坐玩吧。来，坐上去，可乐，快，我们走吧。再见，凯莉，谢谢你了呀！小朋友们再见啦！啊，真的好开心啊！那么现在要整理现场了，铁锤放这儿，推进去了。还有板钳放着进去啊，嗯，哦，还有这么的些螺丝钉啊，他们会不会又来找我呢？哦，我们今天一起玩了修理工具和修理恐龙的玩具游戏，小朋友们觉得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那么凯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游戏哦。再见。不过凯莉，玩我们还是觉得这里那里疼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哦，啊，我好像知道怎么回事。知道了，我会帮你修理。再见。